水果聊天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机器人店长。首先要先谢谢大家在过年期间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哦。哇哦，我好感动哦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。好了，哇哦，我没事。我今天是要来公告得奖名单的。哇哟，到底有哪些得奖的幸运儿呢？请看。恭喜所有得奖的幸运儿可以获得我精心准备的小礼物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没有得奖的朋友们别灰心，下个月的水果聊天室即将登场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哇哟哇哟。